大家好，我是阿成。现在我们呢准备装这个罗马柱这个大门，要几个人抬才好抬啊？这里又有点急，这里已经扎好这个排架了。现在这个门框已经立好了，刚才要几个人来？现在我们就调好水平，就放门扇上去看一下怎么样啊？也是直接焊的，然后用那个铁皮拉稳也行。现在放点那个黄油，它好开一点，开到那个门不响。哎，是这种豪华水啊，豪华水。下面这里全部焊紧了，只能把它升高了。两边全部膨胀螺丝焊牢，然后今天还装了近10个这个房间门，3楼的还没有灌水泥浆。好热啊，好大的汗！那个这种罗马柱的要好多水泥的，这个罗马柱的，还有这个房间门这里还要搞，还要继续靠的一堆水泥浆。天气好热，现在6点多，准备搞定了。就和大家说两个比较重要的呀，就是装这个门没有水平尺，没有量的时候，我们如何看装的好不好呢？就是我们一打开这个门呀，它装的直的话，它这里是不动的，你放到哪个位置它都不会动。如果不垂直的话，这个门肯定是动。然后看这边这个房门也是一样的，
装的垂直的话，你放到哪个位置它就不会动，如果没有风的话，放哪个位置都不会动的。如果没有风，一放它打开这个门乒乓动的话，那肯定装的不垂直。要看这个卫生间门都是一样的呀，它是不会动的，装的好，装的垂直是不会动，去哪它都不会动，没有风的话。你看这个也是一样的，是不会动的，去哪个位置它都不会动，看没有风的话。收工了，终于搞定了，现在快7点钟了。不、哦、房东也很好讲，煮好饭了，叫吃饭先。那吃饭先，这期视频就到这了。